这是团队赛，你们都可以上。啊？失六分者出局，不满六分者可以继续比赛。累积最先到达45分的团队就算赢。也许我们风云只需要派出一个选手，就可以把你们所有人都打败。而且比分是45比6。哦，说白了就是一共6分，只要被踢中2脚就要下场。这有点像击剑团体赛的打法呀。真有这种赛制？对呀，我们西周道馆就专门有这种赛制的。你们敢不敢？不敢就出去吧，门开着呢。好啊，我们打。打？我范小莹，松柏道馆的经理人，代表松柏接受你们的挑战，但是有一个条件，他方廷浩不可以出场。因为我们不屑与卑鄙小人作战。你是怕我们廷浩教官的实力太强，怕打不过吧？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今天这场比赛，我不上场。团结就是力量，我把长安和关雅叫上。怎么了？长安教练出事了，出大事了。风云，我们在风云了。你们在胡闹什么？不许去！不听话是不是？我马上过去。你们先别这么冲动，我马上就来。怎么样了？小莹他们要和风云的人打训练赛，如果输了的话，就要取消和他们的资格赛对决。我们现在过去。不行，百草，你的身体。没关系，百草。快就有队员要下场了，对不起，是我给咱们松柏丢脸了。嗯，你是我们松柏的英雄。真的吗？嗯。要不我来吧，我能挺一会儿。哎，不行，你是我们的王牌，得留到最后的，还得靠你拖着他们呢。你放心吧，杨蕊已经给长安教练打电话了。今天我们松柏要打到底，所以还得靠你跟长安教练。智雪兄不能上场，他的腿，哎，不能上场。我来吧，你们下去。啊，三根揪，你个女人行不行？我比你爷们儿多了，快下去。你小心。就知道，医生，太过分了！男人怎么能打女人呢？杨瑞，小心啊！加油啊！你这样不道德，咱俩打，来！你们松柏就连上场前的礼貌都不懂吗？哎，你们男人打女人，凭什么跟我交流？男人打女人，你觉得不公平？那现在我女人打男人，你觉得怎么样？刚刚的比分都不算，我们重新开始。这样不好吧？真可惜啊，还有一脚你就要下场了。杨瑞，你还行吗？来，有啊！
在这买的好好看哦。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你不行了？原来你都是一直这样用嘴打比赛的呀。尹秀，你别太过分了。平族，哇，平族，平族，快看，他是平族。你是平族吗？平族是六老年武道的，怪不得你家里人都喜欢你姐姐，不喜欢你。你是平族？啊！我们快去玩吧。他天生是平族，再练也不可能超过他的姐姐。因为天生的缺陷而不能成为强者，在元武道的世界，他不会快乐。就让他陪你母亲一起回去吧。明白了。这样，他老人家也不会寂寞。飞云，你小心啊！穿上你的鞋，下一个，飞鱼跟你打。你们惹到我了。打倒千百次，我是会站起来的。松柏，是你打不倒的。好，那你就倒下吧。锦绣，你终于来了。怎么，你也来嘲笑我呀？我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了。你到现在还这么在意吗？我在意，我最亲的人，因为我是扁平族，宁可把我送得远远的，根本不管我有多喜欢元武道，根本不管我有多想跟他们在一起训练。我恨他们，我也恨你们。我要在意这件事儿，我要让这件事儿的仇恨在我心里生根。可是陈州和你告诉过我，要尽情地仇恨那些嘲笑你、阻碍你的人。只有恨，会让你超越自己；只有恨，会让你变得更强大。不是吗，教官？那个时候是我错了。
而现在你比我错的更多。来吧，不打到45分，今天松柏和风云的事就不会结束，不是吗？好啊，来啊。没事吧？加油，教练，加油！教练，加油！长安教练为什么不反击啊？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对熊不能上场的呀，医生叮嘱过，会有危险的。什么？教官，你是不敢出腿了吗？怎么，跟这群废物待在一起，你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很清楚规则，踢不中我无腿，你躲再多都没有用。切记啊，手术之前千万不能再有剧烈的运动。韩教练用的是你的招式，哎，对呀，对呀，哇，知己兄原来这么的在意我，飞鱼好感动呀。耶，知己兄太棒了，一下拿了6分。而且力量很轻，这就是教练教给百草的寸指，应该是吧？蓄力不发，而且力量控制得这么好，不愧是我的知己兄。哎，尹秀，你快输了，赶紧下来吧。你这算什么？给蚊子瘙痒吗？你这蜻蜓点水的几下子有什么用？武学之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伤害他人，再大的仇恨，时间和宽容也一定会把它化解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什么都不算，我要让你认认真真的跟我打，拿出你的全部力量。按照规则，你已经输了。长安教官，我不像你那么善变，原来给过我屈辱的人，我要一点一点全都记在心里，然后扔在他们脸上，我要让他们后悔。有的时候，光有力量是不够的，但力量不够也是万万不能的。就像现在，方廷浩，你告诉过我的，说今天不上场。我有说过我要上场吗？哦，确实在场上，不好意思。知己兄，你的腿能不能撑得住呀？肯定没问题啊！你看刚刚长安教练那速度，就算我们现在还差39分才能赢，那以长安教练那几分钟唰唰唰就完事儿了，肯定没问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等着方廷浩和尹秀过来乖乖的道歉就行了。哦。可是知己兄的腿不能承受这么剧烈的运动啊！啊！这车您还得修多久啊？哎呀，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啊！这怎么办啊？附近也打不到车，哎呀，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光雅，我们还是跑过去吧，反正也没多远了。不行，百草，你现在还发着烧呢。没关系的，走。哎，百草。加油！
伤得很重啊！你快说，陈江连到底怎么了？你刚刚还说到医院来着。我说啊，快说！我快说呀！我答应过知己兄要保密的，不能言而无信。你说不说？我揍你了！我与绝交！敢出松柏了？哎，如果知己兄现在台上的话，那肯定没有做术前检查。如果知己兄做不到的话。 那我就不算言而无信了。术前检查？什么术前检查？就是知己兄的腿伤是因为去割草救了百草，原本的伤处的固定物已经松动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取出来，否则万一出事儿了会很危险的。什么？陆飞鱼。 最后三分。呀！啊！
我觉得很值啊。你们风云道馆输了啊，记得道歉，到时候我会找好多家道馆来看的哦。你们不能言而无信啊，啊！影秀天生是平族，在元武道的世界里，他不会快乐。为什么他就可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别平族一样可以成为最强者。我要变强，我要那些抛弃我的人后悔。把鞋穿上。把鞋穿上再练。我不需要。平族怎么了？我认识很多元武道的高手都是平族。我不知道你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我能肯定的是，你生气不是因为你是平族，而是因为你在乎的人因为你是平族把你放弃了，对吗？其实我挺羡慕你这样的人生的，尽管尽情的去恨就好了。而我不一样，我得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其实你对齐白草是爱，对风云是恨。是你抛弃了你的全世界，而我是被我的全世界抛弃了。其实我们同样孤独。飞鱼根本就没有撒谎，就是你在骗我们。医生都说你腿里的固定物松动了，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本来今天就要做手术的，可是你却……好了，我真的没事。都肿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明天去医院，后天就要做手术。资格赛打完再说好不好？不能再等了，明天必须去。资格赛只剩下四场了，今天输给蒲海，宋白处境很危险，最后一站又是对风云。可是你的身体比这些都重要啊。好了，我知道了，这几天我会当心的，放心吧。不行，明天必须。啊！怎么了？啊！对不起。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哦。好点没有？我觉得好多了。知己兄，你不会从此不良于行了吧？林飞，不会说话呀。常教练，你还好吗？还疼吗？我现在已经好多了。啊，对了，一峰没带你们晚去吗？哼，一峰师兄又接到电话，神神秘秘的打电话去了，而且好久都没回来，所以我们就再来看看你。常教练，现在咱们松柏怎么办呀？哎呀，今天输给了蒲海，即使今后的比赛都赢了。可积分也不够啊！是啊，虽然我们今天在风云道馆出了口气，但是也没有什么用。难道咱们松柏只有死路一条了吗？知己兄，怎么办呀？倒也未必有那么糟糕啊。嗯。还有一丝希望。各位观众。
观众，下一场比赛由松柏道馆对阵龙狮道馆，松柏出场的选手是弃百草。这次资格赛，松柏道馆的弃百草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他不仅克服伤痛和各种障碍，在一年以后重回赛场，更加用点到为止的寸指腿法，向我们展示了元武道的柔和、包容和谦逊。旋风少女，加油！谢谢你们，我们会坚持到底，会打好每一场比赛。教练，我怎么觉得今天的七百草一上场就有点不一样呢？他呀，越来越出色了。啊？尹秀跟七百草在 MVP 排行榜上并驾齐驱。你的那票投给谁啊？当然投给百草了，他现在的腿法又漂亮又柔和，一定会是咱们爱阳资格赛的 MVP。 我觉得还是风云的尹秀更厉害，他已经拿到了其他赛道的 MVP， 爱阳赛道的 MVP 肯定会被他继续卫冕。他的腿法是不是有点太狠毒了？我支持尹秀。我支持百草。尹秀，百草，百草加油，百草加油。好，胜！总比分3-0，本场比赛松柏道馆胜。哈哈哈！太好了！绿，终于又回到我们身边了。耶！从目前积分来看，原本领先的浦海道馆已经落后于松柏道馆。只要松柏道馆能够在接下来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取得胜利，他们就将会拿到本次爱阳赛段元武道职业联赛资格赛的最后一张晋级券。但是松柏道馆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遭遇实力强劲的风云道馆，获胜的机会真是非常的渺茫啊。说得好呀，自古邪不胜正。虽然某些人费尽心机，但是胜利终究还是属于正义的一方。哼！知道我们的外援为什么这次没有出现在浦海道馆吗？是啊，如果外援还在浦海，浦海不可能会赢，我们还是没有机会。是因为你们良心未泯？因为看到你们这群苦苦挣扎的小白鼠，误以为看到了一丝希望，再亲手把你们送入绝望，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说什么？我说的是，我要让你们看到什么是强者，什么是弱者，什么叫实力悬殊。千万要小心哦，跟我们风云比，千万别受伤。你这是在威胁我？等一下。别忘了，你们上次45分团体赛输给我们，还没道歉呢。这个道歉的具体时间和地址，等通知哦。我相信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强队是不会出尔反尔的，是吧？再见。说的没错。等着吧。他们不懂你，我懂你。你不阻止我派外援给浦海，你提出45分团体赛，就是为了齐百草不在比赛中遇到我，因为你知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对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的。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酣畅淋漓地跟他比一场，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谁才是最强者，谁才是 MVP。我也要让我亲爱的长安教官看一看，他最亲爱的新徒弟在我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不过至于你心爱的齐百草会不会变成像你妹妹那样，也许你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我的面前他实在是太弱了。你不会碰到他的。哦，什么？
我走了，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能找到我，但是请你不要来找我。如果你不愿意离开风云道馆，即使你找到我，我也是不会见你的。哥，你还记得过去的日子？曾经你身边有那么多真心待你的朋友，你也真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可是现在呢？哥，我好久都没见你真心笑过了。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因为怕失去你，我一直都在犹豫。直到那天我让百草去劝你，你却把百草带到孤岛，让她生病发烧。松柏的队员们一直那么崇拜你，你却把风云的外援带过去，差点毁掉松柏晋级的希望。你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我继续妥协，继续害怕失去你，到头来也许留在我身边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我熟悉的哥哥，我会失去你，而你也会失去身边所有关心你在乎你的人，包括百草。过去我总骂你傻，可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你活得真性情，也活得真开心。喜欢一个人，你就不顾一切地去守护他，坦荡地面对成败，接受得失。可是现在呢？我不知道你留在风云是为了什么，但就算得到了你想要的全部，却扔掉了你曾经拥有的全部。在你的生命里没有了曾经的朋友和伙伴，哪怕做一个孤独的王者，你真的会快乐吗？你口口声声说已经不在乎百草了，说你恨百草，可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是真的。哥，我相信你还是我熟悉的哥哥，离开风云回到我们身边吧。我不要你做什么最强者，我不要你把整个世界给我，我只要你原原本本的你。哥，你现在回头也许还能挽回你在乎的人，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下去，只能把他推得离你越来越远。哥，如果你还愿意回来，就快回来吧，不要等到有一天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只是朋友想你了要怎么开口，只是朋友凭借口去给你温柔，你又何必愧疚，我们只是朋友。教练，只要做了草莓大福，比赛一结束你就去做手术的，对吧？嗯，一言为定。放心吧，我绝不食言。啊！
没事吧？没关系。我看看。三儿，看样子百草是被长安教练打动了。未必吧，百草是一个一根筋的单细胞，不一定和你想的那样。走了走了，看什么看？再看会儿，再看会儿。教练，尝一下。嗯，好吃。你亲手做的比从日本带回来的更好吃。哼。哎呦，长安教练也会说甜言蜜语啊。我一定得好好学学。田傲前辈，你。再见。天一，我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往里面请。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小玲，你这是请了多少人过来啊？基本上能来的都来。我就是要让所有暗夜人都看看我们光辉的时候，好好灭灭这个风云道馆的威风。对不起，我为之前在比赛中派出风云的外援向你们道歉。因为你们松柏道馆简直太弱了，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让你们万劫不复，所以我想我可以道歉。你说什么呢？这是来道歉的吗？你这是来羞辱我们的吧？道歉本来就是强者的特权，祈求道歉才是弱者的信念。凡事道歉与否不看强弱，只看对错。没错，这道歉你应该诚心诚意，否则飞鱼看不起你。风云本来就强过松柏道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明天在赛场上，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叫强者的碾压。你长安教官，如果你肯跟我回风云，风云道馆可能考虑放过松柏道馆。如果你不肯，那么你们将会失去唯一一次晋级元武道职业联赛的机会。还有你，齐百草，你那柔弱的寸指打法毫无力量，对于强者来说无非就是不堪一击。明天当你匍匐在我的脚下，我会让你们知道想要跟我争夺 MVP 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你太嚣张了。你回去告诉你的少女宗师，让他好好在沧海等着我，下一站我就要去挑战他。跟我们恩秀师姐比，你不配。明天我们会在赛场上证明，我们松柏不会害怕任何队伍，也不会畏惧任何挑战。齐白草，你那些所谓的绝招无非就是花拳绣腿，弱者的把戏。明天我会让你们看到什么才是强者的元武道。有时候别人眼中的劣势可能正是你的优势，硬碰硬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以弱克刚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遇到力量对比悬殊的选手，格挡并不是最佳选择。虽然格挡能让对方无法得分，但同样对方仍能够伤到你。这个时候变格挡为借力，让对手的力量为你所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练，没关系的，我不累。你的腿比我的严重，而且你答应过我们，比赛完之后就去做手术的，对吧？告诉我，在比赛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冷静的头脑。是你的腿。只是朋友，并借口去给你。
黄豆。